早啊，李成生。啊，不会又换了吧？哎呀，早知道昨天晚上不那么冲动了。冷静点，还是想想该怎么办吧。还好你下周不用出差工作。我过两天有个商演，你能搞定吗？商演？你开什么玩笑啊？那你就替我发个微博推圈吧，我们做一对普通的情侣，我不介意你的身体生活。也好，这样也省得我每天担惊受怕。不过我们要不要先试试怎么样才能换回来？怎么试？比如先从冲动的亲密接触开始。哎，不演了，不演了，不甩了吗？还不是你先要演吗？我刚刚是在想彤彤说过的话，如果我们这样都不会互换的话，那很可能以后都不会再换了。这下放心了。放心了，那我打电话叫早餐吧。好。爱奇艺 Chiplex 系列版 Variety 档的在。